蘑菇头，你开好店，我出去一趟。嗯，龙梅姨，你可以给我点吃的吗？大丫，你这是咋了呀？我爸妈被隔离了，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。啊，可是姨现在要出门一趟。这样，姨店里的东西你随便吃，蘑菇头。大家想吃什么你都要拿给他，一定要照顾好他，听到没有？哎，听到了。你去哪儿啊姨？我在闲鱼上把这个旧电扇卖了，最近身边人都在用闲鱼 APP 卖闲置，都赚了不少钱，快点击下方链接上闲鱼卖点闲置赚钱吧。我想吃个假姨妈。我让你吃，这可是我们家东西，不给钱我就是认真不给你吃。冬妹姨说让我吃的，在这儿就是我说了算，你不是想吃东西吗？我让你尝尝哭不吃抱到烂条的滋味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大妈，不对，现在就让你尝尝我踩碎的方便面的滋味。你在干什么？冬梅，大丫吃了好多零食，吃不完还乱扔，他还把我们家辣条全都吃完呢。是吗？我姐妹约我去采花，你在这帮我看会店啊，中午自己随便烧点饭吃，不准吃垃圾食品，听到没？知道了，我最乖了。嗯，太好了，又可以吃泡面了。蘑菇头，我没泡方便面，我又没问你泡没泡方便面啊，吓死我了！有啥事你赶紧说。我刚刚看到小美在村头到处找你呢。什么？小美在到处找我？我看看去。小美，我来了。让我看看这蘑菇头偷偷吃什么好东西。哇，泡面！哇，这玩意儿真香。嗯，把盖子盖好。嘿嘿，炸！满村找了呀，都没瞅见小美呀。哎呀，我泡面肯定糊了。哎，我泡面呢？谁帮我泡面吃啊？哎呀，蘑菇头，你不要再吃了，你再吃冬梅姨回来会生气的。哎呀，你不吃别妨碍我，让开让开。都是些啥呀？嗯，哎，大丫，你让开。什么？我发现一个宝贝，你让开，我想爬上去看看。哎呀，蘑菇头，你下来，你别这样，那肯定是冬妹姨的宝贝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我让你们俩帮我看店，你就这样看了吗？不是不是，这是大丫干的。非要上去看看有什么宝贝，我不让他看，他就一把把我推在地上了。不是我，明明就是冬梅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管好大丫。好你个王大丫，冬梅真的不是我，是蘑菇头。冬梅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别怪大丫了。我明天就收拾收拾东西，回老家了，不给你添麻烦了。蘑菇头，大丫这么对你，还替他说话？王大丫，你看看你做的好事，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，怎么走？所有的粉丝吃零食，冬梅姨，看看这个字念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这个字不就念行吗？不对，长得像变胖了的行，难道念胖了？也不对，这明明就念行啊！别急嘛，再想想。你别卖关子了，赶紧说你要干嘛。哎呀，这样吧，你要是猜对了，我帮你打扫一个月的小卖部。要是猜错了的话，你的零食归我了。这个字儿长得有点像两个人，难道他念人？也不对，你的零食归我了。算了，不玩了。
哎呀，冬梅姨，要不再玩大一点？啊，你要是猜对了的话，我请你所有的粉丝吃零食。我的粉丝宝宝可多了，你确定要玩那么大？这有什么？这你猜不到，你再猜猜吧。我想到了。啊，确定这次我猜出来，你就请我所有粉丝吃零食。我确定，这有什么玩不起的？这个字儿念赤兔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好啦，快去请我的粉丝们吃零食吧。大家别吃了，一会儿冬梅小姐回来会生气的。哎呀，你不是别烦啊，我走开走开。哎呀，都没啥好吃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蘑菇头，你让开。嗯，怎么了？上面有个宝贝，我要去看看。哎呀，你别这样，那可是这冬梅的宝贝。你们两个在干嘛？我让你们俩帮我看店，你们就是这么看的吗？不是我，冬梅姨，是蘑菇头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冬梅不是我。蘑菇头，冬梅姨，蘑菇头他非要上去看看有什么宝贝，我不让他去看，他就一把把我堆在地上。我没有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居然这样说我。我的相亲对象可是在二狗 APP 上认识的。二狗 APP 可是高学历单身青年的专用交友产品，没上过大学的都注册不了。冬梅姨，都是我不好，你让我看店，我却搞成这样，你骂我吧。大呀，蘑菇头这样对你，你还替他说话？蘑菇头，今天我就要替你娘好好教训教训你。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。冬梅姨，你家有没有酸的？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老想吃酸的。来，给你闪电手。大爷，你二舅家的表弟找到对象没啊？他都结婚带俩娃了。姨，我之前吃过闪电手，根本就不酸，味道像牙膏。不酸？那我再给你换一个。呀，你姥姥的表妹家的大外甥谈恋爱没呢？他都出国念书了，你就别想了，姨。啊，这个老鼠屎也不是很酸呀，我吃在嘴里都没有味道。这还没味道？你嘴巴是不是坏了，没有感觉了？疼死我了，你打我干啥呀，姨？快给我拿更酸的零食。我试试你有没有感觉，我给你拿最最最酸的，这两样一起吃。大呀，你姨，你就别白费心思了，我身边的帅哥都被你问尽了。直接去用 Pico Pico 呗，聊天交友神器，可以唱歌拍戏，带你牵手最适合的他。我试一下这个。不行了不行了，这个酸都没用，我先走了。这大呀，前两天想吃辣的，今天又想吃酸的，到底是怎么了？